我们现场的朋友再次感谢大家热情收看我们的 Jackie Show， 除了我们 Jackie 在这边，还有我们的修比杜华。哎呀！哎呦，修比杜华之外，你看修比杜华的同仁也来在这，对，餐厅里面也打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不错不错，这是算老员工了。我们这个算是 Jackie Show 啊，算是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服务项目。是的，没错。大家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，没有看到 Jackie Show， 给那里鬼刚心情拢哎呦，晚上睡觉哦，嘿，明仔拢会串起上。哎，那欢迎秀我是丢钱一样有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啊，是一般呢综艺节目里面。也经常讲的一个主题，而且还有人把这个当作节目在用。对对对，但是我们是偶尔为之。就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叫做灵异第六感。音乐不要出来，好恐怖！哎呀，整个背后开始凉。小马曾经看过《灵异第六感》之后，整个生理上起了变化。对对对，睡觉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第六感呢，在英文叫做 sixth sense。对对对，第六种感觉，人有五种感觉，哪五种呢？时间的关系不讨论，而且我本身也不太了解。所以呢，这五种之外的另外一种感受。完全不是触感，也不是视觉，也不是嗅觉，也不是那个舌头味觉，不是这些感觉之外的另外一种感觉。你说它存在吗？你又讲不出来。对，但是呢，你说它看不到吗？它还真看不到。但是到底有没有呢？很多人还为它写书，真真假假兮。事实上呢，真的好像存在于我们这个生活空间里面。经过鉴定之后，好像听说是真的有这样的。没错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几位来宾，专家来的，刚好都是对这个相当有研究了，都是灵异节目的主持人，要不就是本身心理医师，再要不就是心理不正常。是这一边啊。好，欢迎我们的马士丽小姐。没有没有，你本身相信这种所谓的灵异的东西吗？我相信。你本身有没有接触过？ 我接触啊，因为我主持灵异节目主持蛮久的，而且我自己也碰到一些蛮奇怪的一些经验，而且我相信啊，应该是有这种东西，不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世界上是这个有鬼的，美国也说有鬼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影在拍这个，英国也说有鬼。如果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东西，为什么全世界人都有这样的共识，都容易有这样东西呢？前一阵子这新闻报道还说过，这个英文有在英国的一个哪一个古堡有拍到一段非常灵异的录影带。哎呦，没想到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带来高潮了。对，他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录影带是24小时拍的，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发现，在他们的古堡的院子里面有一个白影，而且所有的录影带到那个时候都会跳动的画面。哎呦，然后就有白影出现。白影出现后，他们就去研究。那个时候，管理员什么都说晚上没有任何的异状，但是第二天看那个录影带，就是有这样的状况。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的。Keyboard 是派题哟，老是要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不要，我们搞得好紧张啊。所以英国有这个传说，也拍到这个影像出来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看，还真的真凭实据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眼见为凭嘛，要不然英国人干嘛讲 To see is to believe？ 有啊，今天我们都见到了，因为下一位我们。一看就我跟你讲，他算帅的啊，真的，在鬼界里面算帅，不是鬼界，综艺界鬼王就是他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为民喉舌的陈为民先生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来，你本身有主持这种灵异性的节目，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怪怪的事情的？怎么样？我的不但遇到，还常遇到啊，那你真的有这样的遭遇吗？我们倒想听听看。有啊，我举一个这个比较近的，大家比较不会害怕的。这个我自己家里面有供这个土地爷爷啊。哎呦，土地公。有一个家里有一个做模型的专用的工作室，那个模型工作室很小，门呢就不常关，因为我一个人住就不常关。那有一年暑假，我儿子从加拿大回来，就跟我住在一起。然后因为晚上这个半夜3点他已经睡了。所以他的房门就是这个关起来的。哎呦，那因为他睡了，我晚上还要做模型，要喷漆，要开那个马达，那马达会吵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把门关起来好。然后因为我那个门工作室的门啊，从来不关，所以这个久了啊，你就不好关，不好关要怎么样关呢？就是你关上去以后要用力推一下，它才会咔，才会把它锁住、咬住这样。那我就把它关住，咔锁起来，我就在那个地方喷模型。那我刚刚强调，我这个工作室很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小到我坐在椅子上啊，我屁股只要离开椅面，我的手就可以抓到我这个门把，哦，就可以抓到这个门把，然后我就在这边喷漆，那个戴着眼镜啊口罩这样，
结果就突然看到这个门把，我请注意啊，我的门要很用力，啪，它才会关起来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我看到我的门把轻轻的被转开，很轻的转开，转开以后，然后就往前推，打开了大概15公分左右，大概15公分左右。那因为我主的空间是光亮，外面是没有灯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外面的视线比较差，对，比较差。那我隐约就看到一个人的脸型。我真的是鬼魂啊！我要躲下面给他使用。吓人！就居然是马姐去找你打麻将，结果嚯，恐怖的来了，恐怖恐怖！隐约看到一个人的脸型，然后我没有多理会，因为我想说他应该，如果是我儿子或者是我前妻，他应该会跟我讲话什么之类，继续喷我的，因为喷漆这个动作不能离开。结果他开了以后，开了15公分以后，哎，他又慢慢的关起来，然后啪，我就听到咔关起来，锁拉上。对，已经锁好的声音，咔，关起来的声音。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反应，哎，你太没礼貌了嘛！门开一下就也不讲话，就这样锁起来就走。我就立刻起来去抓那个门把，门把一打开，就看到我儿子那个房间门是关的，锁好的。啊，就是那个速度，如果是从那个房间里面冲出来，以人类来讲是不可能，没有那么快，不会那么快。哎呦，不会那么快。然后那个时间，就家里没有别的人吗？没有别的人。但对不起，你刚讲说你的前妻他是。还在人世间还是？还在人世间。宪哥，我刚刚因为一个误解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人进入到了，哎，会不会因为灵异事件不瞑目，然后回来？陈伟民，我要把你咔嚓！说前妻不是对不对？有一点讲，比如说先翁啊，我对，我知道你这样想。不是啊，人家只是后来家里没有半个人的，对。后来你有没有追根究底去查一下呢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我当时直觉反应就是土地爷爷，然后我立刻跑去土地爷爷前面上香。土地爷爷，我知道是你，但是你真的把我吓坏啊！那一次反而把我吓坏，可是真的碰到鬼，我反而不会害怕。是，我生活中太多这种事情了，比方说这个钥匙环，我们家里钥匙环，你要把那个钥匙，把那个环扣拨开一点，然后转进去才会碎。对，钥匙环。早上出门，我有的时候会骑摩托车出去办事情，然后骑摩托车，我就要把汽车上面那个家里钥匙，把它锁在摩托车上面。嗯。锁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锁好了，把门锁起来了，把门锁起来，然后骑车出去办事，骑完一天回来，那钥匙就是找不到。这样算灵异事件吗？那，一定有下文原因的。对，这钥匙都找不到，我就翻包包。你怎么那个包包里面就是两个本子，一个记事本，一个电话本，一只行动电话，一包烟，一个打火机，没了。哎，就除了这些东西都没了，就怎么翻都没了。没了以后我就背包包背着，然后自己在默念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把它拿出来。就再把它拿下来翻一翻，钥匙就在里面。啊！哎呦，这么神奇啊！天哪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，在我生活里面。真的，我已经觉得没有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的八字还是什么样子比较轻？是不是八字比较轻看过呢？其实我觉得不是八字，就好像说我们一般人啊，就是我们讲到灵异这个东西，我们对鬼神的观念是，他们只有晚上才会出现。对，其实他们白天也在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空间跟我们重叠，所以我们认为的白天，他们也许是晚上。所以有很多人白天可以碰到奇怪的事情。对的，不过听你讲了那么多两位的鬼话连篇之后，你们有没有考虑去找一位江汉光先生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哎呦，你们两位认识吗？精神科医师。哦，对，精神科医师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那么请问这个马士力跟陈威明他们是属于第几期的症状？他们这种。活人见鬼的这种状况，你能不能用一点科学角度来稍微驳斥一下？这些我们在医学界常常见到，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当时有非常明显的一些解离性的现象，不足为奇。你如果是我，你整天听到看到，哦，真的吗？啊，也不必配乐，就活生生从嘴巴讲出来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初期、中期的症状。不过我知道他们一定拥有某些特质。好，这些特质倒不是所有人都有的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跟他深入讨论一下，真的哦，要了解一下。那除去这些，有精神科的医师啊，还有心理学家，还有心理学哦，是不是心理出了毛病呢？我们请孙明明老师跟我们掌声鼓励，孙明明老师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你觉得这种见鬼的这个所谓灵异第六感，你个人的说法是什么？是的，
我是传统的美国的大学啊受教育的啊。那么在我的传统大学，我所谓传统就是非常非常老的学校，长春的大学，它东岸的学校是绝对不可以讲到灵魂，讲到鬼，讲到这些的啊。如果呢你已经是一个就是说在你自己的领域上已经算成功的人，你如果讲到灵魂和鬼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包准在美国恐怕找不到一个像样的职业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行业呢嘴巴就拉链拉起来，不敢讲灵魂和鬼。不过这几年来的研究呢，可能他们渐渐感觉到说，生命呢是不死，不是生命会死，可能灵魂不死，可能有一点点可能啊，它可能存在。不过呢，心理学的理论很多还是在反驳，很多是假的。哎，好，但他的角度或非常简洁有力，对吗？不像精神科医师讲的就比较复杂。所以啊，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概况的了解，今天很难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，我们只能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参考，好不好？偏偏在我们本土来讲，所谓的 local 的这种神学来讲，我们就要推到这个所谓的神坛了。对，神坛里面一定有什么当鸡同枝，鸡同又分文武鸡。我们现在给你们来看看这一段精彩的 VCR， 我们马上进入到那个灵异的世界里面，大家回到现实里面一起来讨论，好不好？请看，人与神之间的传媒鸡同。鸡同的由来是什么呢？根据庙里的住持告诉我们，传说中鸡同的由来是古代神农氏的时候，有一只鸾鸟在替东方瑶池鸡母工作。由于神鸾通灵无比，却总爱呢泄露天机，于是瑶池鸡母就封住了他的嘴巴，使他无法开口。可是这只鸾鸟呢，却依旧不改八卦的个性，改用桃枝衔在口中，用嘴在沙上写字，演变至今就成了我们所谓的伏鸡了。这个就是桃笔，这个神啊，就用这个桃笔来写字。这个古代在神农氏的时候是一只鸾鸟啊，胡来用的那鸟，后来演变成这个桃，财神爷是用这种桃笔。那个鸟呢，是一个形在古代的是一个分叉的跟鸟那个翅膀一样的，前面一个柳枝在写字。因为神农氏以后来那个木。就是木工老祖吧，化为一只鸟，很有灵通的。后来因为泄天机呢，所以被收回去。那么后人呢，为了要因为神通无比嘛，所以演变成现在的财神爷用这个桃笔来写字，来开始我们说财神爷专用的这个神圣的这个生物叫桃笔。眼看着大伙儿忙进忙出的，就知道伏鸡的仪式快要开始了。前来询问事情的善男信女们呢，依照乾坤的排法分为男左女右排开，由庙里的师兄受香敬拜。这样的动作呢，称之为降鸾，也就是请神后驾，求神明来开示的意思。鸡声、唱声、笔声，也就是所谓的三才就定位之后，鸡童呢就开始准备起驾，等神明来附身了。鸡童干咳一下之后呢，就提手挥毫着桃笔在沙盘上面写了起来。这是不是意味着神已经下降了，附神在鸡童的身上，开始为充满疑惑的人解答了呢？咱们中国人呢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民族，在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在决定之前都会先请教神的意见。举凡婚丧喜庆、动土新建等等细节的问题，都会不厌其烦地跑到庙里来求神问卜。而在这些信徒当中呢，鸡童扮演了传达神奇指点迷津的重要角色。Thank you.
们信徒们呢，照着顺序，一一向被神附身的姬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惑，来指盼神明呢能够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案。这座庙宇呢，主要是祭祀五路财神爷，所以附在姬童身上的自然就是财神爷喽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疑问，哎，就是请看，为什么姬童的脚上没有穿鞋呢？国牌哦，啊，个人收费是无同啦，啊，阮武财系统要收是武财公讲的意思，我们头顶黄天呐、啊，脚踩后土呀、啊，啊叫黄天后土嘛、啊，啊因为脚卖光穿那个鞋子，好像跟这个大地比较接近嘛，啊脚踩那个阴阳两极嘛。前来问事的人呐、啊，在旁等候姬童的答案。附在姬童身上的财神爷呢，也利用姬童手中所拿的陶笔为他们解答。只是不知道各位观众呢，是不是看得懂财神爷的沙盘上所写的文字？如果观众仔细的话呢，更不难发现呢、啊，姬童从头到尾都没有睁开过双眼，但是呢，他所写的字呢，却都正确无误。哎，这是否更增添了一种悬疑的神秘感呢？终于在大家都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后呢，财神爷也准备退驾喽。到底神通广大的神明是如何借由姬童来传达讯息的呢？姬童本身又是如何和神明进行沟通的呢？这一连串的疑问，哎，恐怕也只有神才能回答喽。现今台湾的姬童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姬，而另外一种呢，则是常在庙会或是大型祭拜庆典中所看到的武姬了。这两种姬童的差别呢，是依照姬童本身修炼以及仪式进行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的。姑且不论姬童的真假，在现在呢生活步调非常快的台湾，人们的心里是否因为姬童的存在而得到一个寄托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带您揭开姬童的神秘面纱。哎呦，看他们那样不会痛，对啊，开玩笑，所以他们又有分哦，文姬跟武姬哦，文姬是不一定要起舞的哦，是他，所以就是坐在那边，他能够拍桌面啊，怎么样？那个叫闽南语叫豆桃啦，有没有做豆桃？豆桃是解释的那个吧？对，解释的那个，那就有些会提档这样子，我马上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文姬陈杏花女士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欢迎地位 ，Go。哦，陈女士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讲国语啊，讲台语，你们就徛到头前啊，啊，啊，你给我炸掉安尼，我是要演啥？啊，你搞唔得呢，我呀，你的人，我呀，我搁穿甲红怕怕，惊死人啊！今仔做中午哟，啊，你不要做惊死啊！妈妈，你讲呢？你早惊几岁啊？二十几岁，啊，你唔当十几岁啊？别去，较头前的啦，宪哥，啊，这拢是特别来宾啦，吼，有一个精神科医师。心理医师啊，够能诶，是这个叶林呐，哎呀，这怎样厚道？这个宫格花王，那个王名，花王哦。好，哎啊，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，啊，你做这个行业有偌久的时间呐？二十几年啊。二十几年啊，你最主要你的工课哦，最主要是拢做虾米啊？这我吼，拢救世。办代志，救世办代办什么代志？啊，你也使看这边没？我给你转一波，啊，你你嘟嘟一边的。啊，你讲救世是救什么款的事？啊，人来去问，啊，咱就该办安尼啊。安尼哦，啊，一般人拢来问什么款的代志？嗯，拢是身体、事业啊，安尼啊，事业。诶，啊，你会当现场小可甲咱表演一下无？啊，无你就我坐坐啊，即。我这一个啊，那挖的挖的对吧？马上椅子搞一张进来，给他旁边坐着。大家注意了，现在文姬小姐呢，她先坐在这边。如果她本身有这个神明来附身的话，那她等一下你家己也跳开了哈，家己来恭维的对吧？对啊，要不要我们注意一些事情啊？哎，对对。
五上面爱注意吧，五上面爱注意耶，都不配，他这个是文的，比较不用注意，好吧？文呢？但是再来就恐怖咯，五的鸡，五鸡。这个五鸡呢，它是有隔息的哦，所以你们尽量要小心，好吧？是是是，来正要怕，不要受伤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萧永新先生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萧永新先生，今年47岁，请问从事这个鸡童的行业多久的时间？大概20几年吧。20几年的时间呢？对对。那你们最主要，你们工作的项目最主要是什么？通通有，一般都是办事情吧。办事情啊，办哪一类的事情？有些人来问事情啊，或是二刷哦，清托，有的犯到阴的嘛。哦，犯到阴的，比如说被有这个对冲这个邪灵来对冲到嘛。哎，那个陈维敏先生就很知道嘛。哦，我常去找老师就对了，因为他是很知道，我以为你说他有了嘞。啊，一不是不是，他应该很清楚，是是是，哎，这种事。阿内哦，啊，你现场我都来这些上身无啊？应该可以的，应该可以的。那个老师有禀咒了嘛？是是是，有禀咒神明了。我要跟来这边。哦，就跟你还有老师的对啊？对对对。说你要到这边来，然后也算是。不是，那个我老师也有来。哦，老师也有来，对对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昭告神威了，大家注意看看。哎呦，给洗头啊，龙虾。那我们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们算是凡夫俗子啊，我们也不方便碰触这些东西，是是。能不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？那个，这个就是七星剑。七星剑，对对。可以。通常我们要压煞，或是说换到那个邪的哈，这个七星剑就很好用。是是是，有的就是那个七星剑，有一种称呼就是降魔七星剑。降魔七星剑，但是也有一种用处，就是说我们鸡童哈在用，就是发那个当牙啦，磨牙的冰箱当牙。可以用这个用，是是是，发兵啊，收兵，发兵收兵要靠这个啦。啊，这个是南名，这是夹棍啊，脚棍，对对对，又称钉棍，对，闽南拢规个钉啊，对对啊。哎，这一般是算钉棍啦。哇，这喊了一搞点，会晒晒啊。应该是啊。啊，这个都伫个商店内都有看那边。这发梳这是普通发梳的用的较济啦。是是是。啊，因为这个发梳分导梳。他花啦，是是是，花啦，伊都一定爱用发梳，这就是算讲做梳的嘛。有些话我们在这时候是像我们那个，大家自己看形状啊。发珠光，马姐笑得特别开心。啊，这里刷一脚，这里马士林刀有收藏这款的，就这种，够电动的。这边有，哎，哦，猪油是有，贡丢尾巴。这种有一种是龙头的，龙头。我们这一种呢是舌头的，哦，舌头的，是是，刷一点，刷一点啊，哎，这是南名，哦，咱的阿南名、发南名兵的用，哦，这个可以，南名兵、南名将，对对对，哇，还有这个符在上面呢，对对对，符在上面，血鸡呀，大概都是我的血了，哎呦，那再来这一只是，这个是尾豹，斧头啊，哎，就是阿北名北营的，北营呐，哎。北营、南营，对，这是左营，东啊，不是左营啊，东南、东南、西北、西北、西北，哇，这个中发白，中发白，哎呀，还有真的中，这个九，九，这是九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中营呐，中营的营哎，哦，中营，哎，一般这个是它的威力是最强的，哇，但是很少人用这个。比较少用它，通常都是用七星剑了，就够了。哎，这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场就要来稍微示范表演一下。那我们现场欢迎我们法师黄登渊先生。有请法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法师先生，今年几岁啊？七十八，阿麦古会使家己压无？好，你好，多谢。78岁啊，我你做这个法师做偌久啊？哈，做到40多年。40多年啊？40多年啊？哎呦，啊，你感觉咱这个
机档这款档机这款哈，是不是有讲就我是闽南语，突然间觉得不练灯。没练灯。档机这款物件，你感觉伊这款这是安那？是属于有心明来护心，还是安怎？这个哈，这若要用这个五步哈，是是，这都爱心我来，有心我来。哦。哦，要武功的孙啊，这边的孙啊，哦，用修腰啦，哦，是是，借煞啦，哎呦，哦，种种的代志只要用得着。哦，安尼。哎呀，破东西不哩用。安尼，安尼，今仔因为咱这是综艺节目，唔通从个会晒晒安尼足恐怖的吼。咱手我示范一下，安尼对不对？示范，好。来来来来，我们现场就来稍微表演一下啦，请师傅开始。好，利用这时间，我们请我们这个精神科医师呢，给我们做一些说明，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民间这种传说啊，它的可信度到底高不高？我并不是特别了解，我相信任何一个我们精神科的专业人员，除非他有非常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，恐怕才会了解。不过在精神医学上，这是非常普遍常见的，它是在一定的暗示情况之下，陷入一种精神解离的状况，很容易就发生这些情形。当然，如果从事这个职业的人，他必然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特质，或是有一定的方式，容易进入这种解离状态。哦，听这样讲，我没有进一步的了解。那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要么给我坑掉了。哦，心理学的角度，我们请孙敏敏老师，就在我们大师在做法的同时，给出一些说法。其实呢，人的意志在大多数时候呢，并不是很清楚的。是是是。尤其是做临床的心理学家，会很明显的看到，人并不是一个常常能够掌握自己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用这种做法的方式呢，也是类似一种像催眠的方式，可以把人带入一个相当的特殊的精神或心理状态。来了科学很难解释的一段话，我们现在待会要了解一下秦道是什么神，但是在笨看帽子也知道是济公啊，是是，应该是济公。哎呦，现在已经上身了。宪哥，可能可以问他问题。可以问问题吗？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是真的酒味很浓啊。收音一下，收音一下。今天来吃，今天一个尔啦。嗯。是是是。那么，请问济公活佛先生，欢迎光临到我们的 Jacky Show， 非常开心的，因为跟你们啊。我讲诶，台语讲了较袂顺哈，哎，来甲你请问一下哈，阮这个节目吼做到即卖是正宗第四台内底第一名啦，啊，未来毋知有即个机会挑战三台无啊？收视率安尼啦。可以啦，搁发一摆钱都有啊。发一摆钱，规台就停下。哎呦，他很了解时事哎。哎呦，现场破案，厉害，他还知道被罚过钱呢。天哪，果然厉害。那我们再问一条好了，马士丽小姐今年唔在，我都完婚无哈。因为男朋友讲吼，两千年要甲娶，啊，今嘛单的两千年啊，是两千年后，啊，是两千年今年。两千年后就惨啊。哦，单人经理一号就惨嘛，都嫁未出去啊！今年有可能无吼，今年，今年，假使那三月过太过就会啊，三月的时候，三月会怀孕，啊啊，贵胎贵胎胎是下面，贵胎下面怀孕，贵的，我也是怀胎的，贵。贵胎是什么意思？三月份贵胎。啊，
哦，三月一号过了三位以后，哦，贵料的三位一号的对啊，哈，三位一号的对，而且贵台哦，啊，贵台，贵台啊，要过三月，要过一啊，之后的对啊，哦，都下我啷个应该陈为民，已经嘛有啥物代志想要问者？请问大师，您的正确的出生年月日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今年十一月十六日。十一月十六，十一月十六号是他的什么星座的？啊？十一月十六，射手，射手座，不是十一月十，哎，跟射手对济公跟射手的个性还蛮像。两位老师，你们也可以问问题哦。我们的心理学医师孙明敏老师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对对对对，想问一下，一起。一位车衣啊，阿亮，好，一位车，是，了啊，老衲的仔啊，多得啦。小五神得到保佑，所以讲才转来用二月初二啦。好，来孙明敏老师，你先来问一道题目。这位的大师还是济公大师哈？你对心理学家和精神医生的这个看法如何？这个题目会不会复杂了一点？没啦没啦，没有哈。这是有形甲无形一个作用。心理学家伊所探讨的，就是对于失去的，搁再另外重新搁予伊生起来。哦。但是现实，苗头来讲是伊失去的，搁甲找倒转来。哦。找寻失去的。失去的。了解了解，心理学的意思就是你失去的，所以你在你的心理上造成一个残缺，想把它再找回来。他说以这个玄学的角度。用各方面亲情也好，哦，利害关系也好，背景也好，环境也好，过来甲踏落去。安尼知影意思无？知影一部分。我可以再问问题。好，来，陈为民就想要问问题。活佛，对不起，请教一下，因为这个上面活佛，一个西藏来，济公活佛啊，哦，对，没错啊，拍手拍手，就大师对噻。活佛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修佛，可是很多的老师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所以会让我对佛法的有些部分会产生怀疑啊。我想请问这个活佛，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，明年五组候选人哪一组会当选？不是因为很多你去问很多老师，很多老师他都不跟你讲很确实的，是不跟你讲很确实，你就会怀疑说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存？对对对，所以我想请活佛能不能有一个答案？但会不会有天机不可泄密？其实他是手指头现在已经在运作，进入那个电脑主机，很快我就可以知道济公活佛挺哪一个组。瓦汤无瓦裂啦！瓦汤无瓦裂，瓦汤无瓦裂。很明显的答案已经出来了。换汤不换药，换汤不换药。对，就是艺术工倒一栋来做拢是胡萝卜切的对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啊？是吗？讲那个汤头啦。宋楚瑜嘛，港黑的藤桃啊，宋楚瑜对，港黑的藤桃，藤桃啊，港黑的藤桃，宋楚瑜也是国民党，他没有，他是被开除，他自己还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啊。这个我们不要以个人的这个支持的对的角度。好，换汤不换药，竟然是有答案的哦。听有了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因为我嘛是就想要赶紧结婚安尼哈，我们在今年迄个寅年的告别安尼，我吴宗宪呐。刚伟噶陈孝孙给你，陈孝孙的孙子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个，就说我个人的姻缘呢，今年会不会结婚呢？也看你是有见啊，无见啊，心是有见啊，但是有见哦，有见那面盲别人，哦，好厉害哦，济公啊，哇！有几块兵乓不啦？了解。我要请问，后来的问题进来，我兵从西门，趁这个机会赶快问哦。请问活佛一个问题，因为今天晚上这个我一个好朋友啊，圈内一个巨星郭子乾又要结婚了，我想请问他会不会再结第三次跟第四次？小郭啦，那个郭涛吧，什么涛？掏耳朵的掏，没聊没更小了。
个，请问一下，郭子乾结婚，哎，过离婚没？是，你啦，中断万岁啊，太祖啊，太祖在甲教嘞。有太子在教他，哎，中坛元帅，小郭是信佛的嘛？老师讲的这个话我懂。这个明天以后我再告诉大家。在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为什么我今天不能讲？他还没结婚呢。好了。时间无偌济。啊，是。阿妹表演要从啥来？啊，真的是啊！啊，来，那我们就随便抄一样东西，稍微表演一下。哎，那几个？好，那老师，哎，都是这样。没有痛苦的表情哎！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哎呦呦呦！哇！意思，对对对！哎呀，两面的，哎，跟另外一个神在交汇哦！我真的哈，来唱了啊！好。要走了，济公要走啊！恭送我们的济公活佛啊！近几天行程吗？一呀！这是一字，一字，来，老师，来，谢谢，请坐。我们现场真的给我们看到真正的是，哎呦！现在我们活佛正在离开现场，而且他的背后的已经开始流血，已经有灰塞塞。对，因为他刚有那个钉棍。哎，现场破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哎，哇，欢迎回到人类的世界。注意了，哦，对，衣服，文姬来了。文姬来，老师，哇，他这背后你看，都是现在都有血，这应该不用擦的吧，老师？陈卫民先生，就你眼睛看到，你觉得感受怎么样？啊，文姬啊，你个人的感受就是文姬。我说刚刚这个，是，我就是第一次看到，觉得还蛮，因为你原先已经知道一些概念了，所以再看到觉得蛮特别。像有一个地方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像刚刚他拿那个兵器啊，钉棍往上一敲就流血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他这是他的职业，他刚刚也讲他做了很多年，可大家没发现到他后面没有疤痕。他砍了那么多东西，他为什么没有疤痕？因为这种东西很奇怪，你看他现在流血，他明天呐，连痕迹都没有，马上就好了。对，好奇怪，奇怪了。所以你不相信，你可以继续不相信，可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。对，马士丽小姐，个人觉得怎么样？我也是第一次就现场看到人家这样子起价。阿公，你三月会结婚哦？三月以后啊？对啊，光阴结婚啊，对不对？小郭都结过离啊的嘛。有你哪里讲啦？我是听讲伊离婚，我才知伊个结婚啊。真糟糕了。你应该说你要听说他结婚才知道他前面离。已经离了，我说不结过了吗？没想到还要再结了。他女朋友经常搞错了。好，接着下来是我们文姬的部分了，请看来。今天有吗？哦，来，请，还是已经？啊，我是确实是靠咱的神佛吼，我才有法度，伊即马我无法度啦。哦，他不过来就对了。哦，人这也较歹势啊。哎，一般啦，挖你的心的神是拢倒一款的。啊，拢是妈祖、佛祖。妈祖。佛祖。啊，金门捌护心无？金门。什么金门？妈祖啊，这金门，金门有妈祖，对啦。一般其中是台湾啊，是。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他们三位，热情掌声鼓励。谢谢老师。